高斯先生，医生先生，护士，军人，警察，农民，做事人，工人，生理人，运动员，公务员，宇航员，飞行员，消防员，停驶员，服务员，快递员，清洁工，记者，作家，编辑，画家，律师，演员，歌手，设计师，会计，司机，文员。